怎么了？太累了，整个晚上没睡好吧？是不是深圳的事情办得不顺利？没错，该要的钱没要着。我听段科长说标底啊又提升了。我已经听说了。要不我再去跑跑工商行。来不及了。那怎么办呢？放心吧，我有办法。哟，醒了啊？怎么没吃饭？怎么不舒服了？病了？不知道，可能是有点感冒吧。还好，没发烧。吃什么药了？啊，我是下午要开会，我过来看看。我给你泡点茶吧。不用，不用，躺着躺着，不喝。哎，吃这个药一定要多喝水啊！哎呀，差点忘了。嗨，我不吃糖。给。给我钱干什么？你忘记了，上次我有个朋友在海关压了一笔货。怎么了？不是你一个电话就解决了吗？嗨，给我钱干什么呢？哟，好处费吗？啊？哎，这，你这叫受贿，懂不懂？赶快把钱退回去啊！干嘛那么厉害？我跟你说。以后不许再搞这种事，懂吗？哟，我得开会了，你没事吧？那走了啊。生我气了？没有，下不为例。现在不是讨论具体的责任问题，通过这件事情可以看出，我们对打假的严重性认识是很不够的。打假案现在变成了严重的刑事案件，由此可见，打假是个人命关天的大事啊。市领导和总局领导对这件事情非常重视，你们应该进行认真的检查和反思。同时，我也提醒在座的，你们都是领导，越是在这种时候，越应该检点自己，不要因为个人的问题，败坏了我们在群众中的威信和党的形象啊！哎，行了，别喝了啊！那我行没有啊？别管我！什么什么什么？别管你，拿来！别管我，坐下！好，你坐下，你甭管，坐下。哎呀，你啊，你起来！哎哎哎，你怕我喝？你起来是不是？干什么呢？干什么呢？你太不像话了吧！你大爷，甭管他，让他喝死算了啊！没事儿，有我哥们在呢啊！你甭怕，大爷，没事没事啊，大爷，嗯，来，倒上，坐下，来来来，坐。就差一步，就差那么一步啊！
我怎么向邵老板的家人交代？太孙子了，那帮狗日的，太孙子了。宁伯，你听我说啊，你现在的心情我完全可以理解。别干了。哎，你说你自从回工商局以后，我劝过你吗？没有吧？你说你现在闹成这样，我看着我心里能好受吗？我怎么走？我一想起邵老板，一想起老杜还有菲菲，你说我怎么走？我还能走吗？我走了，我还是个人吗？我告诉你，哥们儿，这一辈子就是只干这一件事儿，我他妈挖地三尺，我也要逮住他。你说，你有股这个劲头，你什么干不成啊？偏偏非他妈干这个。耗子，我从来不好意思跟人说，但是我真的是这么想的。在这个混乱的时候，我能为维护市场的公正尽一份力，值得。怎么活都是一辈子，只要你愿意就成。好，行，你愿意。可是你真的高兴吗？你心里能平衡吗？啊！抓着他，我就高兴，我就平衡。哎呦，菲菲来了！我猜你们就在这儿。耗子，哎，又喝多了？没有啊，这不我一见程浩就高兴。哎，听说你在他那儿干的不错呀？你就别恶心我了。我刚到那儿，业务也不熟。大妈怎么样？嗯，挺好的。我正劝她呢，给。劝的怎么样？你还不知道我吗？嗯。那你们俩聊，我先走了。啊，聊吧。哎，行了行了，让他一个人去吧。他现在心里挺难受的。他喝那么多酒，万一路上出点什么事儿啊？那我们跟着他。嗯。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，我曾经问个不休。关于宁波受贿案，我们已经进行了调查取证，而且也找了有关证人，
事情是存在的，但是从情节看，属于正常借款，而不是受贿。那为什么程江死死咬住宁伯不放呢？宁伯是不是还有其他我们不知道的事情？这就很难说了。这样吧，这个案子先不要撤，再继续扩大范围查一下，这也是对宁伯本人的负责嘛。老实点，程江，站好啊！我来了好几回了，你都不肯见我。我们总还是夫妻吧？我就几句话，说完了我就走。你松松啊！走，咱们进去说。我上次托人给你带的那个离婚协议书你收到了吗？收到了，我今天就为这事儿来的。那你签个字交给律师，咱们俩的事儿就算了了。我不同意，你听见了吗？你在外面干的那些事儿是你自己的事儿，犯了多大的罪，该判多少年，那是国家的事儿。我们俩是我们俩的事儿。我知道你是爱我的，我也一样。我前一阵子跟你闹，我不为别的，我。今天这样挺好，做了不该做的事情就得付出代价，我心里也踏实了。最近我常常想起咱们小时候在一起的事儿，我知道你从小就护着我，想着我，从来没有因为我是个孤儿，是个抱来的孩子就欺负我。我不同意离婚，不是因为爸爸妈妈收养了我，对我有养育之恩，也不是因为别的，就是因为我忘不了你，所以我不会跟你离婚的。我从来没有想过这辈子会跟别的什么人在一起，不管多久，我都会在外面好好的等着你。我相信那些事儿绝对不是你一个人干的，你也没必要一个人担下来，该是谁的事儿就是谁的事儿。我知道你的脾气，你重情义，可现在没必要这么做了，让别人待在外头继续作恶，你为他们扛，这不公平的，程江，你别再傻了。妈和大哥好吗？挺好的，放心吧。
没什么事儿吧？没事。四爷，你们这是干什么呢？我想给孩子们办一个电脑班。好是好，可这……你放心，这都是我买的，不用你们园里掏钱。什么？我说你瘦了，你真瘦嘞。那事儿是我的错。啊，行了，你做完这手里这几单呀，咱们真的该收山了。你好几年没回家了。我？嗯。我哪有什么家呀？你玩吧，哎，仙鹤广场一拿下来，你想做什么呀？不知道，没想过，想它干嘛呀？等广场一拿下来呀、啊，我为你做一个雕像，哎，就叫它、哎、我要一个像游击队员那样的，叫宁死不屈。你想让我干嘛？到时候再说吧。局长，这儿不错呀。嗯，你是不是以前和谁来过呀？您说吧，什么事儿？英博，我问你啊，菲菲和程浩是不是正在谈恋爱？我不大清楚。怎么了？你知道我今天为什么把你叫这儿来吗？不知道。这么长时间了，你就从来没对你那哥们儿有过怀疑？想过，但不可能啊。为什么？我跟他不是一天两天了，而且都特别了解。宁波，你不要过早的下结论。你把这事儿前前后后联系起来，仔细想一想，程浩的嫌疑是最大呀。哎，有一个最大的嫌疑，尽管程江承认了造假是他做的，可你算一下，这笔赃款可有上千万元呢，钱至今没有查出来，哪儿去了？再有，咱们几次行动都是晚了一步，这又是为什么？这种现实是逼得咱们不得不这么想啊。宁波呀，你我的心情都是一样的。这个程浩和你是哥们儿，菲菲又和他谈恋爱。如果真是这种结果，那是你和我都不能够承受的事实啊。你说呢？我再想想。想什么呀？要去做。怎么做？先从机票查起，看他那天晚上是不是真的去了深圳。哎，宁波呀，这一段时间你和他尽量还是少接触的好啊。啊？你还年轻啊，宁波呀，宁波。你可不敢再走一点弯路了，你说呢？没事的，局长。
但愿没事儿，没事儿大家都好。你好，十一岁啊！光市长，哎，今天来的还不少。哎，是不是刚那位？好的，你忙去。一个人，然后呢，有钱的他就分成。啊，谢谢。要么这小伙子怎么那么帅啊？来，陈总，哎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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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哎呦，好久不见，哎，郭叔啊，不行，找您谈点事儿。那好，来，您慢啊。哎呀，里边吵死了。是啊，所以我请您出来透透气嘛。你呀、啊，肯定有事要求我，啊？嗯，郭叔叔，啊不，郭副市长，香河广场，我想做。行啊，后天开招标大会，我们欢迎像你这样的私人大老板参加。我要能参加招标，还找您干什么呀？你是想来？走我的后门啊！告诉你吧，这个事儿不可能。这件事情，市委常委扩大会专门开会研究过，谁输了都不算。不过这个项目的主管副市长是您呢，而且到最后的决策权也在您的手里，您要让谁做？不是分分钟的事儿吗？那这样，只要在条件均等的情况下，我一定优先考虑你。行了，郭副市长，咱不要再说下去了。这个项目，您非给我做不可。夏晨，怎么用这种口气跟你郭叔叔说话呀？啊？您不要紧张，我不是在贿赂您，这个不是钱。不过这份礼物呢？我觉得大概值5000万吧，我再加1亿，香河广场我做定了。好了，希望咱们合作愉快。
大家静一静啊！郭副市长，市长到了，人都到齐了，可以开会了吧？啊，今天把大家请来，是想跟大家谈一谈关于我个人的问题。在香河广场这个项目上，我受到了本市最大一家私人企业的敲诈。他们敲诈的证据，就是这盒录像带。这上面是我和本市一个坐台小姐的一次记录。我连自己都做梦都没想到我会犯这样的见不得的错。我为党工作了这么多年，已经到了这把年纪了，怎么还会犯这样低俗的错？我整整想了一夜，我也知道，我说出了这个事情将对我意味着什么。沈白，但是我怎么也不能够昧着良心去和这样一些不法分子去同流合污，我也不能够容忍他们去坑害国家，去损害国家的利益。我对不起大家，我对不起他。所以我向市委、市常委提出自动离职，我愿意接受党组织给我的一切处分。我现在离婚，最后我对各位这么多年来对我工作上的支持表示我的敬意，谢谢大家。陈浩，我问你，你是不是给郭副市长送去了一盘录像带？没有啊，怎么了？没事，郭副市长在香河广场这个项目上涉嫌被敲诈，已经停职了。我是关心你。哎，到底怎么了？出什么事儿了？香河广场
咱们做不成了。你先回去吧。我跟你说，现在仙鹤广场做不成了。对，立想办法，赶紧立想。请您告诉我们，那个女人的具体住址和姓名。她在东方花园 B 座801室，名字我觉得可能是个假的。清楚啊，能不能换个画面？没错，就是他。你能肯定吗？可以。怎么样？是一个人，还是那女的？对，目前她涉嫌一宗大案，我们已经找着她的住处了，但她逃跑了。你别问了，先回局里。下一步怎么办？什么都不做。向河广场呢？没有了。什么都没有了，一点希望都没了吗？干脆我出去躲两天得了。机场、车站、旅馆，还有各大酒店都有您的照片。那我怎么办？我是不是该消失了？你先待在厂子里吧。等躲过了这阵风再说。找不到我，你就不会有事，对吗？应该是吧。他们一时半会儿还不敢动我。不管怎么说，我也是个政协委员啊。这段时间咱们不要再见面了，也不要联络了。你回厂以后把该销毁的都销毁了吧。操！如果被抓住了，会是什么罪？你不会有事。你呢？就别问了，能跑路我就跑路呗。真对不起，以后一切都要小心点啊。走吧。我要是想见你，咱们最好不要再见面了，那样对谁都不好，啊！你也要当心。
他敲诈郭副市长的具体内幕，他和那个神秘女人有没有关系都不清楚。市委正在召开紧急会议，这个时候啊，你最好不要和他见面。为了商业目的，程浩是有可能这样做的，但是你说他认识那个女的，我觉得这不太可能。那你能想到他用这样最卑劣的手段去敲诈郭副市长吗？菲菲现在怎么样？啊，这个菲菲刚到公司，和他没什么关系。哎，但是我们这边发生的所有事情都不许告诉他，这是纪律。如果真像您说的这样，菲菲再在他那儿干下去，我怕太……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。哎，我让你去调查程浩，他去深圳的那件事怎么样了？所有的资料我都查过了，没有程浩登机的记录。哎，这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呀？你想过没有，这是为什么？他为什么说谎？李大弟电话找你，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？到底怎么了？你快说，你快急死我了！菲菲，我他妈干了一件傻事。什么事儿？到底怎么了？你快说呀！我从一个人的手里买了一盘郭副市长和一个坐台小姐胡搞的录像带，你知道。我想要拿下香河广场，可是我现在的钱又不够，所以我把这盘录像带交给了郭副市长。你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情来呢？这是敲诈，你知道不知道？现在怎么办？什么怎么办？郭副市长自己把自己举报出去了，他被撤了职，我算是全完了。你别着急，这件事情总能够澄清。我们即使做不了香河广场，总还可以做别的。就会受什么样的伤？算了吧，兄弟，失去他又能怎么样？只不过多了一份感伤，少了一份年轻时的模样。哭了吧，欲望是坚强背后的一束光。算了吧，漆黑的夜，我们一样惊慌。长长的生活着奔波与匆忙，总是分了又聚，来了又去，辛辛苦苦地寻找着幸福与理想。怎么样？有了什么样的风光，就会受什么样的伤。
算了吧，算了吧，心里失去他又能怎么样？只不过多了一份感伤，少了一份年轻时的模样。破了，欲望是坚强背后的一束光。算了吧，漆黑的夜，我们依然惊慌。